哎呀，严父果然是教育界的楷模呀，带娃都不停下学习的脚步。可不是嘛，就像大自然的生生不息，就像大熊对小熊的陪伴，在你准备好之前，我都会温暖你的。又如袋鼠呵护着幼崽，在你准备好之前，我都会保护你的。哪怕是身为国宝，对自己孩子的爱也丝毫不会减少。这照片哪里不对？不重要。那么阿莹，当底半径与高分别为多少时，圆柱体的体积最大呢？腐赖必须腐赖。我的父亲也很爱我，只是他也是第一次做父亲，他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子的父亲吧。